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双方的第二局了。目前 Super Carry 是先拿赛点1-0领先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走起！啊，看看这一局，双方进行了一个换边啊。Super Carry 来到了蓝边，而白方选边的 Into One 选择了一个红边。八贤坡开始搬刘璋的英雄池了。对，因为王林林姐上一把廉颇用过了。等于刘璋自己用了一局夏侯，这一局廉颇还被搬掉。对，那么更好的选择可能像吕布啊、猪八戒这种英雄。当然 ，Super Carry 也有可能在一楼把他给抢了，对的，把吕布给抢掉。以针对刘璋为点，然后 Into One 出发点是一样的，依旧是搬一个纳可和刚才自己使用过的蓝。有个镜给你，哎，吕布要要，那现在刘璋必须得开放自己更多的英雄池，才可以进行这一局比赛。哦，东皇。优先级提上来，东皇加伽罗了，挺好的。之前他们这一个组合效果打得非常不错。对，来了，东皇加伽罗固定组合，这是一个保护型的东皇。是，对面谁过来切刘宇，张家元就要谁，绝对不先手，绝对不先手。赵云，敖子逸的赵云，没选进，选择了赵云后羿给张翰。有一个开团打招，因为这个后羿刚才在第一局也被 Into One 搬掉了。云中君，哇，来了，周柯宇的云中君，记忆犹新的云中君。对，他其实选择的还挺多的，兰陵王、云中君，包括镜，他都可以拿。对，但是兰陵王他去打赵云的话有点尴尬。是的，赵云太肉了。这手云中君是可以主动带节奏的。对，然后纳可露露被搬掉了，然后药也被搬掉了。还是选了云中君，冲上去就硬跟这个后羿一换一，问题不大。对，接下来就要看 Into One 的中路出什么。他们是红色方，他们的下一轮是可以先拿一个英雄的。对， Into One 的中路现在有武则天，看 Super Carry 给不给啊？有小乔，哎，搬掉了，武则天不给。那个小乔难道也要搬吗？做的这么绝。小乔搬掉，我倒是觉得刚刚我们其实也有在私下聊到过嬴政。对，我觉得嬴政特别好。对，张良搬掉，因为自己也是一个切入后方的刺客，这种打断性技能给他搬掉处理掉。想想我们的这些选手们，周瑜搬掉了，我们这些选手们在刚刚开始的亮相赛上，他们其实并没有这么多的英雄池的，慢慢都一个一个练出来。对，打到了今天，打到了这一步，他们的英雄池逐渐扩充。白起，大前排，这就有点弱了。上半区开团手，但是他们也去可以用一个辅助东皇台去帮忙嘛。是的，最后两楼，哦，黑科技来了，明世隐，之前何猷君也用过嘛，来个小明无敌，哇，然后再拿一个中线神器嬴政。是的。而且搬周瑜，搬武则天抢嬴政，周瑜是什么呀？不是吧？是谁玩？谁玩？谁藏了这一首元歌？到底是谁？元歌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上手的吧？林墨吗？确定了？林墨还会一首元歌呢？好演技，兄弟！之前藏得这么深，吧，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他的这首元歌在这一局比赛的表现。这是一场对手的赛点局，到底是 Super Carry 两局直接杀死比赛，还是 Into One 扳平比分？蓝色方 Super Carry， 红色方 Super Carry， 红色方，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。来吧，来吧，看看。开局的情况，胜负手就在此一手了。Into One 如果想要顺利的吃下这一整个 BO3， 接下来的唯一选择就是让一追二。被耗血了。上来明世隐连着东皇太一，东皇太一有点尴尬呀，闪现有点拉不开，这是要连死了。何猷君拿到了一血，打掉，打掉，打掉，对的。还牵着，还牵着，我进塔，我进塔。好，走了，走了。秀云，好一个明世隐打东皇啊！走不出去，闪现都交了。是的，哎，等一下，元哥，这波草底提前蹲了一手，打了一套。贴脸打了不伤害，但他现在只有两级，所以他没有那个定。哎，中路后方有一个回血包，
他刚如果三级的话就可以了。嗯，叶向明可以不用回家。嗯，来到这里被奥兹一拿到。何猷君选择的是跟踪，下路让张翰后羿一个人抗压。下路岁月静好。对的。中路帮忙转线，他给一个红链子，银阵一个一技能差不多一波兵了。下来了。控下路和奥兹林。对，张家元现在不敢上前啊。因为他前面已经吃到过何猷君的链子连到之后的效果了，体会过了痛。嗯，等一下看周克宇蹲好了自己过来了，进野区拉出来咬两口，趁机一交把蓝 buff 一反，反完就走，还要追击，这一个一技能直接啄到了一个，先打出一个闪现，再回头，这波还是要死，周克宇直接带走了一小米，然后继续追击赵云，赵云身上挂个被动，反上二技能，哎，站着不动，很细节，哎呀，还是流血流死了。主宰梦，刘宇在我后面，我能送他们走位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咬死，咬死，他没了，漂亮。Red team double kill。还是没忍住，因为你看刚刚周柯宇给了一个回头，他如果站原地的话，周柯宇可能再来一个普攻咬上去他还是会死，所以他选择了往后走一步，但走一步的话就会被流血流死。其实奥子一现在原地不动就很充分的知道他自己肯定也会打云中军，对，他知道这个英雄的强势点在哪里，没错，不能走，你被云中军挂上了被动之后，你走得越远你掉的血越多，是的，但没办法，刚才那位置两难。这样打完的话，一出万就把人头拿回来了。主动出击啊！这一波周柯宇确实时机找得好，经济反超。他留了一个蠢，然后正好到达四级，有一波爆发伤害。主要还是刘璋视野给的妙。这一波一剑上去，再连个链子，云中军过来上去咬一口，但是赵云也在旁边，回头给个二技能，打一波消耗。嗯，而且刚才在小地图中路的位置可以看血量，林墨应该也是逮了一波叶向明的嬴政，消耗了一波，消耗残了，然后刚才是回去回复了一波状态。嗯，龙坑又是一局头龙。对，就这一局你会发现其实嬴政很难游下来，也是元哥制裁的。这波闪现想上去捏人，这波咬到了，要换吗？没有死，赵云的免伤救了他，但是云中军来了一个二技能，直接收掉了奥兹，在大招上去之后想直接突人，但是跟队友脱节了，回头吃到了嬴政的技能之后直接倒地，但他还是换掉了张翰。因为这波云中军进场的时候，大招虽然第一时间没有把血量压得太残，但是刘宇的伽罗一直在补伤害。对，上啊，来来来，没了，漂亮。我在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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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nice 走就打，漂亮漂亮，可以的可以的。那 Intel One 这一局开局，现在无论是经济还是人头都是领先的，打得很主动。中路视野压制，然后周柯宇这一个点打得很灵活，没有给到敖子逸这边赵云太多的喘息时间，因为赵云毕竟强势期来的会比周柯宇稍微晚一些，这有点起飞了。精灵保护消失，就他们规避掉了上路比较弱的白起这个点，就最开始他们也没有冲上来。对，而且他们中路是个元哥，对，所以他们中路有视野权，就主打下路，有一个强开点，张家元，张家元。元哥去下了，主动动手想去先蹲一下，一直 A， 然后把视野全部开好，然后再把傀儡收回来，这样视野全部暴露。切磋一下，要等下一条兵线会。这一局 Super Carry 确实跟刚才第一局的状况不太一样，因为野辅的强度跟刚才不太一样，他毕竟选的是一个跟随型的辅助明世隐。是没有办法到中路参与视野占据，然后赵云本来也要刷一会儿，前期也不算特别强，嗯，整体来说比较被动，中路的嬴政也不好走，嬴政不敢转线，嗯，目前出的效果是不错的，对，张翰闪现交出来了，起战，主要是这首元歌确实是没想到。
而且因为元歌的存在，所以叶向明，你看现在叶向明根本就不敢往草丛去。对，他只要进草丛，他就有可能会被蹲，蹲了就是一套上去了，飞进去之后先打一套，东方来直接咬人，伤害先被林墨给带走，林墨将大招撤回去，何猷汀继续连，哎，东皇走不掉了。哎，这波云鹰再咬一下，再咬一下，再咬一下，还差一下，闪现，闪现过来补伤害了，自己吃到了银针的大招贴脸直接扫射，但是同时云中君也上去了，再咬一口想要兑换，但是叶向明的银针也不怕。之后不能走路啊，能切吗？能切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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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切完了，漂亮啊，没事没事，能跑吗？啊，云中君 AI 赵总上去了，完了完了，他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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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一下草里面还要打，继续回头一技能接二技能带走了林墨。这一波的话整体打下来的话还是英雄万稍微亏了一点，是的，Super Carry 缓和了一点节奏下来，对，并且敖子逸这个点拿人头了，周柯宇做出了暗影战斧，下路想推塔，但东皇台已经过来了，曾家元没有给到张翰这个机会，但整体来说其实在第一局挫败之后啊，也是算一个遗憾落败嘛，Intel One 马上调整自己的状态，然后前期打得这么强势，一直压节奏，对，真的是很不错，主要还是经验很丰富，赛点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是这么敢选阵容，而且很自信啊，对，就是赛场上比较难以见到的英雄他们还是选出来了中野的位置，互相信任非常重要，其实在这个重大关头愿意去信任林墨给他的这个元歌首秀，对，而且刚才在选英雄其实看到他们互相之间的表情就很愉快，很哎，这一波打一套大招走半血，打半血自己闪现躲掉了赵云的一个大招，非常稳健，林墨这个还是挺顺滑的，对呀、啊、练过，年轻人或者就是本来就会就一直藏着，天赋很高，哎，哪怕是新学的也上手很快，看野区的位置又来了，云中君咬上去，赵云回到二技能全部打残，但自己哎原地站着不动了，但吃过亏，银正这个位置大招伤害也很高，对，所以把两个人都打回去了，再转到中路吃波钱，云中君这个英雄就是打完一套就得回家，因为自己算是以血换血了，下路赵云血量不是很健康，但是银正这边满血，李小明过来给压力，下路的一塔给拆完，拆完之后林墨也过来了，把视野给好，给个大招啊，再弹一下，这时候动态一上去想要咬人，动手了，先给一口，但是同样刘宇交出了闪现躲掉了致死伤害，银针没有把他扫死，张翰死了，是的，张翰吃到了这一个咬，继续追，还有个大招，再来继续上去换人，换掉了敖子逸，惨了，漂亮漂亮漂亮，不打了是吧？没问题，我状态残了，走走回家回家，先还在里面。你只要在我面前，哪怕我自己是回不来的，我也把你给换了。是的，很有血性。哎，中路这个外塔。如果拔掉了，哎，还换了位，吃了个血包。哎呦，这林墨，那这波挺舒服的。虽然说自己的下路外塔被拔了，但是首先杀了人，并且中路外塔还给他击杀掉。那嬴政刚才之前也说过，这种英雄非常吃中路外塔的保护的。你现在没一塔了，你出来就打你。对，更出不去了。之后除了 Super Carry 中路多人清，要不然嬴政基本上是得看着。林墨这边这个点清完了才出去清线，对的，而且 Into One 这边刚刚是林墨，他是一个止损行为，因为自己的上下外一塔都没了，在被 Super Carry 推掉的情况下，他一个人到中路来把中一塔给一拆，这样看起来的话整体就好受很多，是，感觉短短这几天林墨的进步非常大，对，他整体的大局观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展现，再控打一个小小的控制自己能走，还有大招身上啊，前有周柯宇也是之前上次用云中君的时候，去推中一塔和下一塔止损，
现在林墨又站出来了，哎，走位绕了一个小弧度，没有被敖子怡给击杀掉。反过来，敖子怡现在没有技能了，周柯宇上去打第二套，东皇大帝直接先吸一口。与此同时，周柯宇也转身跑向易向明，把易向明给带走，再来又这个一技能，再扑死何猷君，周柯宇二连击破。咬住他就死了。上上上上上！哎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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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！咚咚咚咚！零换三，中路有兵线，能给中路二塔一个压力，两个人很难守。是的，这苏博盖瑞现在不好打了，上去再弹一下，继续给人控制，周国宇再上，射手也死了，这跟林墨打了波完美 combo。这一下子英雄万要把比赛拉满了，对，打平啊，这是要中路再破个高地，王林跳个大招到塔下把冰箱卡一手，再来一技能混上去之后再 A， 但现在伤害不是很高，反过来被周柯宇给粘上了，继续咬，轻易不动兵线，是的，周柯宇无人能挡了，这一波收入了非常多的人头，赢阵的现在伤害不够，没有能把人扫死，林墨的元哥加一个大招，最后一个残血成功逃脱战场，没有被赢阵给追击到。就是林墨上去用傀儡弹一下控制，然后紧接着周柯宇上去一技能就咬人，对，就这一波团从中路一塔的位置一直打到了高级，都是这么打的，就他们其实很多波小型的小范围的击杀都不是说刘璋的白起去开的，张家元是跟的后手，都是林墨的小控制把人留住之后，然后周柯宇直接将全技能扑进去的，对，这一下子把经济差拉大了将近5000，而且还是一个10分钟的转折点。嗯，头龙。Super 开始这一局难打了。又是头龙。下路再拔一个一塔。现在整体的节奏都在英特万手里。逆风局像明世隐这种英雄就很难出去做些什么。对。只能保着射程。保着核心 Dark Tyrant has been defeated。 对于 Super Carry 来讲，好消息是他们有一手嬴政，有手线，都抵的。现在我倒是建议何猷君把链子可以给嬴政，哎，来了，哇，李牧，李牧这波太秀了，我的天哪，还走掉了，在中，在中，全在中，来，上路集合了，呼叫打一波，哎，李牧，没事，我走得了 ，Nice， 能走吗？哇，林墨帅死了，是你吗林墨，人群当中单杀了射手，自己全身而退，我的天哪，这是爆种了吗，今天刚才高渐离压制住了，没有能够发挥出来，我千里之外取张翰首级，我说实话这个是在我们 KPL 赛场上都是一个很神奇的操作，对，哇，今天的林墨不一样，这操作，这操作耿明就打不出来啊！这段时间他经历了什么？这局比赛之后，有时间的话想去问他一下，这得采访一下。太自信了，对，而且他其实这个点不算是特别有钱，7100嘛，刚刚才突破了7000的大关，中路的线也是个大家一起共享。来了，又上去再弹一下，继续让周柯宇上去跟输出大招，直接定身再咬死一人，二连击破，带自己飞走，康纳没有阵亡，快快快快快，来了，赵云赵云赵云，抓不到抓不到，能跑吗，可以，快撤，后面有赵云，我们小心点打，刚才是 Intel One 自己的四号位经济单杀了对面的射手大哥位，而且射手大哥还是有人保着的情况，对，再来继续秀，再秀大招走，哎，没有位移了，哎，二技能再来，三技能拉一下，还是没能走掉，主要还是因为赵云太肉了，有一个农民被动的防，是的，上路也打起来了，在高地的位置，周柯宇天下无双，超神了，扛了两塔，但是还可以走，上路这波兵线。人员是要复活了的 ，Red Team Into One 得走，不能强冲了。这一波加推不掉，中上高地都破掉了，回头稍微补给一下再出来打。这个经济差太大了 ，Super Carry 这一局应该是比较难坚持。对，主要经济差大，然后再加上他们这个阵容没有开团，又说一个赵云，周柯宇
十三分钟已经快一万一的经济了。对，这真的是很神奇。你看实时经济榜，其实林墨都第五名，没上榜，对，基本上是卡不到前三名的一个位置。没错，第五名，队内四号位经济，吃土型刺客，效果真不错呀。法师这么有天赋的话，玩什么大法师？好虚妄，是吧？厉害！玩什么武则天呀？真的，年轻人游戏天赋太高了。上官婉儿、不知火舞、嫦娥，一大把的英雄等着你。我觉得等一下，最后开始不知道搬什么了，感觉是不是等一下掏个不知火舞出来？就感觉 Intowan 其实他们都会，对，假装自己不会，就一直藏着。哎，这大招之后还得放，一剑没有中。现在确实是 Into One 的，哎，这一波绕后，但是队友拖太远了，他在上去找一个机会，去看能不能把 C 给秒掉。对，他找到了一个在放傀儡看视野的，对，莫。但是人是有东皇太一的呀，在旁边你绕是不好绕的。逆风局拼命在找机会了，看来这一局比赛要被扳平了。在减少了一个野核的情况下，而且是一号位的经济情况下，直接往前冲，先带走张翰的后裔，白洁再给个嘲讽，再拉回来，王林被刘玉给击杀掉了。刘玉二连击破，直接破掉水晶，让我们恭喜 Into One 扳平比赛，一比一战平，战至决胜。聆听午夜钟声。回头吃到嬴政的技能之后直接倒地，但他还是换掉了张翰。枪如惊雷，照一身肝胆，还要打，继续回头一技能接二技能，带走了林墨，还没有位移了。哎，二技能再来，三技能拉一下，还是没能走掉。哼哼，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？我自己也不太明白。林墨这波太秀了，我的天哪，还走掉了。是 Into One 自己的四号位经济单杀了对面的射手大哥位。王林被刘玉给击杀掉了，刘宇二连击破，直接破掉水晶。听见歌声了吗？还要追击，这一个一技能直接啄到了一个，先打出一个闪现，再回头，这波还是要死，这故意直接带走了易小敏，然后继续追击赵云，赵云身上挂个被动，打上二技能，哎，站着不动，很细节，哎呀，还是流血流死了。反过来，奥兹现在没有技能了。周柯宇上去打第二套，东皇太一直接先吸一口。与此同时，周柯宇也转身跑向易小明，把易小明给带走。再来又这个一技能，再扑死何猷君。周柯宇二连击破，上去再弹一下，继续给人控制。周柯宇再上，射手也死了。